合作电影《轨迹》，让钟瑶与安妮成为莫逆姊妹，并上演女吻戏码，让冉承恩超羡慕。在拍摄《轨迹》期间，钟瑶与曹彦豪尚未是恋人关系，目前感情稳定的两人细心呵护这份爱。问钟瑶的恋爱经验谈，认为情侣适不适合在同一职场工作呢？演员的工作会稍显容易被人家，就是你知道，就多添加了一些颜色进去，对，然后所以要看个人的个性嘛。那像我就是属于非常公私分明的人，就是工作状态，可能我现在有另外一半，或者是没有有也好，但是我跟另外一个男演员，我们要演一情侣或者是夫妻，我一样也是非常投入。电影《轨迹》由薛斯布隆、钟瑶、安妮、阮承恩、曹彦豪主演，讲述关于富二代齐聚打发时间，肆无忌惮的玩乐，却演变成一场惊悚的旅程。戏里主角背景，一个比一个有钱，表面上是好友，但其实心怀不轨，暗自算计。电影《轨迹》在华丽视觉下营造出人性暗黑面，猜疑蒙蔽了初心。某一夜，神秘仪式空降望长出獠牙，感官游戏演变成活体实验，龇牙咧嘴的人性显影，谁的肉与血将成为这次派对的祭品。有兴趣的观众可以观看影片哦。 What we areNotice we're not turning into ash. Bite me. You needed this, little.